Hello，大家好，我是等等。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是胜利女神妮姬。那么会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无限刷手抽的方式要怎么刷，然后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游戏的特定角色，还有一些礼包码序号。好，那我们首先呢要刷，就用这个账号这边去先去注册一个。那我这边就用这个腾腾的 Gmail 账户来示范一下。那你们就先把原本自己的这个先注册起来。那如果之后呢要重新刷的话，你们就在小鼠前面填写一个加一或者是加二，那这样的话，它的验证码一样会寄送到你的主要的 Gmail 账户，那这样就不用一直创 Gmail。好，那注册完成就可以直接点击登录，然后开始我们的手抽。那刷手抽的话，就是要刷到一只四哦。好，那这边的话就可以开始刷手抽。前期的话就把这边的剧情都先跳过，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好，那我们新手教学就来到最后一关一知识哦。那完成这一关的话，就可以来开始来抽我们的手抽。那整个流程下来大概是接近10分钟了，也不会算太久，到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哦。但10分钟的话，也算是需要耗一点时间了。那如果你可以用电脑模拟器这个多开的话，可能会刷得比较快一点。那突然变成一个横屏画面，然后又切回来。原来这个游戏还可以改横屏哦。不过这个应该直视的话会比较好操纵一点哦，毕竟要瞄准嘛。而且这样单手就可以玩了，非常的方便。好，那就失去了一个妮姬，应该是被剧情杀了。好，那这边就来执行一下，看看一些小任务。那我们通关一之四的话，就可以来到这个大厅哦。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开启这一个招募手抽招募。那首先呢，我们要招募，我们就先点这个右上角的信箱，来先把它点开。那点开这边，这是上线签到，先稍微点一下。完了就先点开这个邮箱。那在这边的话，它就有事前预约的奖励哦。那它有送这一些珠宝，像有500加300。然后事前预约奖励，这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首充需要的这个3000个珠宝。好，那我们全部都领一领。那领完之后呢，这边还有一些动画可以看一下。那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刷我们的首充。好，那在抽之前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游戏的最强角色排行榜。那在这个网站呢，等一下我也会把这个网站分享在下方的资讯栏哦。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有蛮多蛮全的攻略哦。那比较重点的话，是我们的一开始的首抽。那我们首抽的话，这边是他们的初始角色推荐哦。那可以看到这边目前最好的是沃伦姆啊。那下方的话，之前蛮常看到的红莲，目前是排在这个 S 哦。那因为的话，初期刷到红莲的话，它会自己消耗自己的血量嘛，那就需要比较好的一个奶妈来跟它搭配，才可以比较好一点的让它生存下来。那这个目前的话，所以刷手冲应该就刷我们的沃伦姆，不过这应该就是稍微参考看看而已哦。那个角色好像其实能力值都蛮不错的，没有说什么刷不到就会卡得特别久一点哦。那再来的话是目前的公测节奏榜，这应该是目前最新的。然后他有把一些新的角色放到这个最上面哦。那可以看到我们的沃伦姆在这边也是放在 S 哦，然后艾玛、米尔克这边也都是新的哦。那这边目前是抽到这个艾玛也是在 S 加等级。那在下方的话还有爆裂阶段二，然后还有爆裂阶段三。爆裂阶段三只有两个 ES 角。那其他的红莲啊，这些都是蛮强的角色。那所以呢，我们就先刷这个沃伦姆，以这个沃伦姆为目标来试试看吧。好，那我们就回来到这个游戏画面。那在这个游戏呢，我们要抽的话，就点右下角的这一个队员招募。那首先的话，有这个教学指南的普通招募，这里的话是第一个实抽。那这个实抽的话，好像是保底一个 SSR。那不知道能不能够刷到两个哦。反正保底一个应该是有的吧，那直接跳过。这边就出了一个朵拉 SSR。好，那我们刚刚抽到这个朵拉，应该就是在我们的爆裂阶段二的 S 角，它还是新放上去的，感觉好像蛮不错的。等下来稍微测看看。
而且的话，它在这个手抽的话，刷的也是在 S 加的等级哦。哦，感觉运气好像蛮不错的。而且这个只是他新手送的教学抽、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第二个实抽就是在我们的普通招募池哦。那在这个普通池的话，就有几率可以抽到一些朝圣者、哦。那朝圣者的话，就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一个比较难抽的角色、哦，还没有 up 加成，所以的话之后要再把它升上去，好像也蛮困难的、哦。不过没关系哦，有抽到就是爽。来，那我们再来抽一次实抽，看看能够抽到什么角色。好，把它接起来。来，爱豆花、米卡，然后 N102， 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照着品质顺序排啊？会不会这一次死抽连一张 SSR 都没有？好像蛮困难的。那基本上的话，这样刷不知道要不要再刷哦？好像要两个 SSR 开局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抽完的话，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游戏的里巴马序号。那要兑换呢，我们就点右上角这个菜单，然后点击公告。那公告下方有这个 CD key 的兑换入口，就点击这边去进入。那这边的话，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礼包。那我们分享第一个是这个 NIKKE， 然后按立即兑换，这边就会显示兑换成功。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 NIKKE NOE， 那我们目前伺服器是台港澳服。好，那在第三个的话是这个 BENYCONNA， 然后 NDER， 那这个的话也是兑换了。那不过刚刚也说我们这个伺服器是台港澳服，所以的话下方这四个礼包码目前是没有办法领取的。那在这边的话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不定官方之后良心发现就会直接打开来了，就是 NIKKELUV， 它这边就会显示兑换错误。但如果你是玩其他伺服器的话，好像是可以兑换的。那接下来第二个不能用的是 NIKKE47， 然后 Campaign， 那这个也是显示错误。再来第三个的话是 NYNIKKE， 这个也是错误。那再来的话，目前这个最新的、哦、NIKKE2022， 这个也是不行的、哦。刚刚那四个加起来的话，总共是有500个、啊，500个就消失了。那我们就领到这些，领到这些的话，要记得先去那个礼物盒里面去领取。在我们的信箱这边可以看到123，这里的话有300个，哇，这样结果我们有500个直接消失了。那我们剩下的这些也是可以拿来再去抽一抽啦。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圣女女神的最强角色推荐以及序号礼包码分享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大家拜拜。